Get it？ 恰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听到张教授，不是张教授哦，张教授跟咱讲这点半钟的话，大家有感想哦？咱来想看卖，咱台湾人偌惊死，越南人。为着要甲中华民国、甲蒋介石的军队赶走，伊牺牲偌济200万。咱嘞，咱讲上少嘛20000外，较济数目是15-16万呐。啊，以后嘞，大家都惊到要死个，吼、哦，惊死死，惊死死，安尼唔知咧想啥物，头壳内底个人想讲，咦、欸，若有钱甲查某就好啦。官台什么人来给你通知？咱的长辈，我拜五讲的，咱的长辈90岁以上，拢要负责任，负足大的责任，而且搁知识分子哦。哦，所以啊，讲起吼，令人惋叹，吼、哦，真惋叹的代志。我今日想要简单甲大家报告。两三件小代志，讲起来嘛是大代志啦吼。头先中昼的时阵啊，我邀请一个桃园县民进党的民意代表来，我请伊来看看咧。伊甲讲啥咧？讲哦，啊恁唔都啊去甲台联合作咧？啊，我想了一件代志，足趣味啦。2009年4-5月的时候，正当我迄阵吼，无啥爱去插这个第三势力，李登辉总统要创个第三势力，啊，我去参加另外一个绿营的团体，其中有一个建国党的成员，听讲我是李登辉学生，佮对李秀莲，我对李登辉42档，对李秀莲12档，用撮高手，撮高手。阮足支持你来选中华馆长，绝对有办法甲你，吼、哦，杀起了你当选安尼。阮我都无钱也无人，我无法度。伊讲，我吼、哦、来发动结构党的人甲你支持，阮出钱、出力、出人，你大人拢免出，干出你一个人就好。嗯，我昨下去问我一个朋友呢，我一个朋友甲我讲啥？啊，迄人是目睭无油暗苗。啊！你一个人都比建国党较大，较有力量嘞，怎刘仪家你共光叫啊？啊，意思是足清楚个。今日我这朋友吼，嘛是唔知影讲，哎、欸，咱吼，咱台湾民政府已经有相当大个力量啊嘞。咱未应小看我们自己啊。我讲，嗯，我讲我伫台联出来呢，我台联吼。虽然讲只有2-3个立委吼，但是吼无路用啦，无路用啦。阮家己有阮的主体性，各位爱知影，咱民政府有咱的主体性，咱毋是像其他的其他的团体共款，你等啥物？等国民党下迄款的啥？食粒好的粒拢回去，但要啉遐汤尔尔啦，咱拢无爱要甲拼无。咱不但要甲国民党拼倒，嘛只啊过去只吼垃圾二垃圾拢要甲清扫，表现咱的魄力出来。三公叫咱去甲台联合作，太小看我们了。哦，但这中间呢，咱希望每一个同心，每一个同志拢同款，爱健全家己。唔通像建国党遐安尼，目睭无神无睭暗，嘛唔通像我
这同这朋友呢太无了解，哦，啊，谢志莲就讲哦，伊要走啊，伊讲啊，我无多参加这個，我唔是要叫你参加这個，我叫你来了解一下，因为阮后礼拜五台战车就要去恁遐讲演讲啊呢，你们来到时讲，人来问讲这是啥物，你拢唔知，哦，啊，我嘛足歹解释啊，哦，我是讲互恁了解，啊，你等于新加这另外好朋友。哦，南崁地区、桃园地区的那边好朋友讲讲，哎、欸，有一个团体哦，呼，我来见车，足精致，要讲啥讲啥讲啥，甲因预先甲伊通知一下，互因有一个了解，有一个准备。后礼拜，先甲大家预告，后礼拜拜六下晡两点，一直到暗时十点，咱要上迄、那个公开演讲、甲口才训练的班。哦、希望在座各位都来参加。拜六礼拜，礼拜透早八点，咱就要把车驶出去要去演讲。拜六迄暗，迄下晡就开始徛伫宣传车演练，练习讲你要安怎甲咱的法律论述讲好。然后暗时啊，天在八点就要出去实地来练习。咱就要扩大咱的宣传，不是讲，哎呦，我拢唔知，外口拢知，阮唔是歹互恁知。是因为国民党的媒体，你民进党的媒体拢歪讲，阮做足侪代志个啊。去告美国，你知无？唔知，哈？伊拢唔知，咱去告美国啊？哈？我讲阿比军就话，你知无？唔知。哎、欸，我讲啥你唔知？唔是我哩唔对啊。国民党甲咱封锁，但是你民进党报纸啊，媒体嘛甲咱封锁呢。哦，伊讲啥呢？讲暗句安尼落去吼。安尼吼，无介好呢，伤过激烈呢。吼、哦，我也希望讲吼，会当保持现状啊。我讲你保持现状是死路一条，是毋是？保持现状是死路一条。你无讲讲台湾危机重重啊，危机重重啊。你要伫遐咧安安稳稳咧领薪水，穿水水咧等领薪水。到尾伊，我都要徛来走。我讲希望你过来。啊、慢慢来了解，安尼，啊，你嘛加一寡南通地区的遮游击者，吼、哦，来甲因报讲有遮代志，吼、哦，啊，大家共同来奋斗，来拍拼，吼、哦，咱希望咱保持讲友善的态度，对任何咱另外遮兄弟姊妹。第一件，我要甲大家报告，第一件，昨咱的新的同心赖信雄甲我讲看。伊咧食饭中间有讲一件代志，我感觉足感动。伊讲吼，当地有呢独立吼，嘛牺牲百外万人呢。啊，我听了足甘心的呢。当地有呢独立运动是牺牲百外人，一年该杀死百外人呢，坚持无要放弃独立的这个意志呢，坚固的意志呢。咱台湾人呢，啊，咱台湾人是足唔大的足。足会使讲足崩塌呢，惊死伊，惊死惊到呢。伫二八事件以后，每一个人会使讲噤若寒蝉啦。好不容易躲到1979年的时，咱的美丽岛事件发生时，全拢黏住住，啊，然后呢，整个即国民党嘅媒体安尼甲压落去，乌白讲话时哦，大家拢相信遐拢歹人啊，讲分歧分子，美丽岛遐人拢分歧分子。然后，蒋介石手腕足高明的嘛，哦，伊还知影讲啥呢？知影讲冰山浮出水面是九分之一，甲下掉九分之一的时，浮出偌济？九分之二呢？九分之一佫下掉的时呢，浮出偌济？九分之四呢？九分之一佫下掉的时哦，佫九分之八浮出呢？啊，然后冰山底下迄个角。你浮出来时，是毋是佫结冰？佫结冰啦！所以你面顶九分之八时，你佫下条时变过。当地就是安，好就是讲，一直安尼吼，继续努力，继续努力，唔惊死佮撞起的时，最后嘛是独立啦，就是咱台湾人惊死啦。然后蒋介石撒下天罗地网的时阵，互你好康的，互你骚动，然后大家食了天头，食了地头，怎啊袂记讲伊的目标伫倒位？不但要歪钱，甲国民党讲歪，查甫要爱查某，查某要爱查甫的，拢袂记讲伊的目标伫倒位啊！
这不是令人怨叹的啊。咱个想到等下，咱的先辈、咱的前辈，过去这努力为台湾打拼这人，是不是真正惊唔到落去啊？咱那个想看嘛，咱怎讲？咱今仔日民政府行一个正确的路、正确的方向、正确的路数，所以大家来参加这个研习会，参加这个训练班，哦，是正确的。我就欢喜，虽然讲咱人无足济，但是每一个人对头到尾坚持到这当阵，拢无倦容啊，拢无倦容。咱这款精神，嘛，互日本人足甘心的。哦，咱伫是迄个即个日台共同联名的会议内底，因听到咱律师，嘛感觉足兴奋的啊！讲咱是行对路啊，大家徛起来，高高徛起来，讲哎，恁这是对的，阮今日听到真理，阮从此以后要伫日本甲恁斗三声、斗三工、斗战声。但是呢，咱这绿营兄弟朋友，有一个安尼讲无？咱感觉足怨叹的。咱认真讲呢，咱是独立奋斗呢。咱民政府是独立咧奋斗的，甚至幸好听讲，林爷要安尼甲咱做事啊。啊，所以好佳哉吼，咱旧年到即阵吼，济济咱的同心拢来参加咱的研习会，经过两工三工来听咱的论述，听咱的这教授的演讲，终于听足了解。啊，才知影讲，原来台湾就是安尼，过去实在历史就是安尼，去用吞打，去用抹平，去用改写，然后未记得家己是台湾人，敢讲伊是中国人啊，神经错乱到这个程度。我拜五讲，讲咱的检讨，咱台湾人是背叛家己的祖先，背叛家己祖先，嘛背叛家己的精神，背叛日本，背叛这个日本天皇啊！咱也检讨起来，咱就国民党安尼凌迟是应该的呢，变作你背叛家己遮久啊，还未觉醒。所以咱双肩哦，肩胛头这时阵足重的。咱是安尼要去扩大宣传，咱是希望讲咱的遮兄弟姊妹，全台湾遮兄弟姊妹，拢甲咱同款，真正得到觉醒。当咱觉醒的时，咱才会反省，反省讲是安尼，我过去遐憨。咱若大家拢了解，讲咱过去足戆的时，咱才知影讲咱应该行正确的路，做正确的代志，才袂浪费时间，才袂让咱的子孙继续去国民党来给咱吞打，安尼好无？当然啦，咱嘛知影讲，印尼足无手腕，嘿，一直甲拍，一直甲拍。拍到尾，人都真正讲冰山浮起来都甲拆掉，冰山浮起来拆掉，拆到尾伊家己变，伊家己都独立罢了，因为拿他没办法。但蒋介石的手腕是足软软，真幼弱；国民党诶斗争诶手段是足幼弱诶，互咱无多感觉，无多知觉，用洗脑方式，用软式诶方式，用软式诶。所以伊创一个民进党出来，骗台湾人讲民进党是代表台湾人诶。然后创一个李登辉出来，讲哇，你台湾人已经当家做主啊，有无？有当家做主无？唔是你做奴才啊？那个看起来伊是大奴才，咱是小奴才，安尼尔尔，奴役台湾人安尼尔尔嘛。陈水扁嘛无啥做啥物大错误啦，吼、哦。但是甲关，你创啥？你甲咱领地嘛，讲你的领袖我就甲你关啦，你的政治领袖我就甲你关啦。你敢能侮辱？孰可忍，孰不可忍？但咱看今仔日台独联名，有安尼想无？有敢能赶快想法无？无呢？咱是孤军奋斗，但因为咱孤军奋斗，咱坚持干哪？要意志，意志要坚定，提出咱的毅力来。头先蒋教授讲来讲，胡志明的游击队休困的时阵，就咧读啥？读这个越南文啊，绝对放弃中文的嘛。你嘛相信讲，咱安那有一角色，尽量咱较紧把咱的台语文冲出来。咱来上课的时阵嘛，开始上课，
咱出演讲有闲的时阵，休困的时阵，嘛开始来教咱的这个，咱的台湾文，较紧来个开始进行，然后广为宣传，叫大家拢来讲台语，唔通想咱台语文是一个浪漫的文字。我一再讲，中文是最浪漫，全世界上浪漫的这个文字，因为伊模棱两可。所以，即使讲法官咧判的时，有钱的判死，无钱的判死，谁在收银台边，谁在用文字来骗人，所以无公平正义可言。咱足侪代志，伫咱头前足侪代志爱做，但是咱是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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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咧解决遮困难，解决遮问题。那么，需要济济人才来甲咱斗相共，但咱今怨叹就讲。有的人才知道讲讲弄唔对，但是伊行唔对路去啊，伊又唔回头，等下甲咱斗三工。另外一部分就是足大多数的人怣怣，无觉醒，无了解。咱家讲真理，咱家讲事实，唔相信，顶多相信啥？相信国民党个谎言，长期个谎言，电视报纸讲个，拢个相信。偏偏是咱台湾本土个同胞。拢咱的亲骨肉的这个亲，这个亲朋好友、甲兄弟姊妹，咱真怨叹。咱今日头前，但是咱吼，虽讲咱真人真济，但是咱的主流煞变作目前也是真孤单。所以咱姐姐在座的各位同心，咱今日伫上课两三天以后，一定要彻底提出咱的。勇敢的意志，吼，真坚强的意志，勇敢的态度，甲咱中心领导者，大家协作会，咱今年足侪代志要做的。首先就是讲扩大宣传的先，到各处去咧演讲，咱从中心每一个中心，等甲恁徛居住的所在，恁徛的所在，恁住的所在，厝边头尾不断爱去宣扬咱这个法律论述。一个也好，两个也好，讲未通的，暂时甲等的。像今仔安尼，我这朋友来，我讲讲未通，无要紧。啊，一摆有机会再搁见面，再搁讲，吼、哦。一届过一届，一点一滴，一点一滴，同款是民进党。我伫中华一个朋友，我一再甲寄一寡文章去看，拄头啊嘛是拒绝，无可能有诶无诶讲足济，规堆话拢唔答应，唔来参加了解。最近你甲写进来讲，哇，这我了解，恁遮物件是足好，会当救台湾足好。但是吼、哦，即目前吼、哦，伊伫迄个上一挂有机农业课程，无闲通来遮上课。伊讲等我呐有闲，我会来上课。咱都爱有这软土深骨，有即款的耐性，吼、哦，一点一滴，一点一滴提供咱的观念。观念的改变真困难，无就是受了真大的挫折，忽然开朗。了解起来，另外一种就讲，你一点一滴甲改变，一点一滴这个观念甲改变，到尾的时吼，伊会讲讲，可能安尼才是对的哦。那安尼时，最后一天伊觉醒了的时，伊就甲过去遐物件，中国赛、民进党的赛，拢甲单到一边啊。所以啊，每一个人爱负这责任，因为咱扩大宣传计划出去的时，希望讲一边出去，每一边出去，拢有500人以上来听演讲。咱才袂浪费咱中央真宝贵的时间。那像咱秘书长，伊爱写足侪论述，一直往前推进，用这个论述去啊，去打败美国，和日本折服。日本上上下下的政界、民间，拢因为伊的论述，足佩服的。咱已经做到这个程度，把美国伫这个法律上、法律论述，透过。这个法院的诉讼，何必国知讲伊唔对啊？伊过去所作所为，对不起咱本土台湾人。咱即摆过去日本，去年12月20日甲12月20日，四五天中间，去也是可能忍者去政府巡视，去天皇遐个接受，何日本人感觉讲该辞职，讲咱对台湾嘛是不对不起，对日本人对台湾嘛对不起啊，甲咱踢啊远远，唔知咱的死活无咧管过。所以咱一方面是把美国救出来，一方面阁把日本请出来，然后咧来为咱台湾未来
台湾国际地位的定位来跟咱斗三工。恁遐有倒一个团体做到这点 ？No！ 所以免甲遐歹，遐歹讲伊安那当选总统也当改变。慢慢后摆讲你台湾独立运动你会成功，慢慢后摆讲你正名正言会成功啦，对无？所以各位，咱个冷静啊想起来，那每一个人责任拢真重大。每一个人不是讲来遮听听就算了，不是来遮度假，是来遮要充实咱家己脑海。把法律论述潜进你的脑海里面，把咱独立、把咱自治建构的思想，放入咱脑海，然后透过咱的宣传，和咱所有的骨肉同胞拢来了解，这就是咱的啥？咱的责任，咱对未来子子孙孙所担起的责任。我相信每一个人已经准备好，我真感谢大家来参与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加起来，加嘞，阿哥。